阿贝尔2744，绰号潘朵拉星团，是一个距离地球约40亿光年的巨大星系团，由至少四个独立的较小星系团在3.5亿年的时间里堆叠在一起组成。星团内的星系仅占其质量的不到5%，这种气体约20%，非常热，只能在 X 射线下发光。暗物质约占星团质量的75%，该星团也与其他几个阿贝尔星团一起表现出电晕。阿贝尔2744，绰号潘朵拉星团，是一个距离地球约40亿光年的巨大星系团，由至少四个独立的较小星系团在3.5亿年的时间里堆叠在一起组成。星团内的星系仅占其质量的不到5%，这种气体约20%，非常热，只能在 X 射线下发光。暗物质约占星团质量的75%，该星团也与其他几个阿贝尔星团一起表现出电晕。潘朵拉星团的一些独特功能包括：一、它是一个距离地球约40亿光年的巨大星系团，由至少四个独立的较小星系团在3.5亿年的时间里堆叠在一起组成；二、星团内的星系质量占其质量的5%以下；三、这种气体约20%，非常热，只能在 X 射线下发光；四、暗物质约占星团质量的75%。阿贝尔2744。绰号潘朵拉星团，是一个距离地球约40亿光年的巨大星系团，由至少四个独立的较小星系团在3.5亿年的时间里堆叠在一起组成。星团内的星系仅占其质量的不到5%，这种气体约20%，非常热，只能在 X 射线下发光。暗物质约占星团质量的75%，该星团也与其他几个阿贝尔星团一起表现出电晕。阿贝尔2744。绰号潘朵拉星团，是一个距离地球约40亿光年的巨大星系团，由至少四个独立的较小星系团在3.5亿年的时间里堆叠在一起组成。星团内的星系仅占其质量的不到5%，这种气体约20%，非常热，只能在 X 射线下发光。暗物质约占星团质量的75%，该星团也与其他几个阿贝尔星团一起表现出电晕。